狩猎盲恶龙。还敢挖骨头？有没有两只鹦鹉？哇哦！呜！你找到了？古老龙骨，很像。难道是一样的东西吗？对，鹿不在这，鹿好像是在这吧。啊？啊？大概找到了吗？我还在找，我还在找，还没找到。那我怎么听到有挖矿的声音呢？不可能吧，我在烤肉，怎么可能挖矿？不是我啊。那为什么有人在挖矿的声音呢？哎，我烤焦了，可恶！那个肉都直接吃里面的就好了，免费又好吃。啊、自己烤好看呢、欸，可恶！它会在哪里啊？土沙龙，恐龙，你在哪里？哎、啊，看到嘞。有吗？哦，烤肉是 Temple 游戏啊，这么麻烦。你都受过老师的洗礼了，哪会怕？那个老师，万兔万兔的时候就按就对了。招数不太对、啊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在一个有水的地方啦，这里吧。嗯，没错，我看到他了。直接启程！安达！啊！我很远。哎，这样子被打倒的，我可以累积优先值。哦。哎，疯子在打我哎！有疯子啊？还是疯子在丢东西哎？哦，哎哎，完了完了，疯子疯了！啊，生气了。哇！他要咬我！你不要也喝太久了。哎、欸，我要上西天嘞！啊！八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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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没拿补品。我先走。哇！先留他，忘记带补品啦。那你可能要帮我多带一份了、啊，我看起来有点危险了、啊。溜了溜了溜了，为什么我还在狩猎中啊？怎么样算脱离狩猎啊？那好像可以。这只用双刀可以把他腿打断了、啊，这半你要一直打他的腿、啊，然后他就倒下来，然后你就可以打爆他的头。他会喷我喽！我烧起来了！你烧起来了！还好吧？还好吧？你好痒啊！帐篷回血，哎呦，我这样比较快啊！这能不能直接飞到队友那里？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喝一口。喝一口，喝一口。我来啦，你们等等我啊！完了，我要出走喽！不可能吧？为什么他这样可以跑到我啊？他的后脚跟踹我，快不行了哎、欸！稳住啊，大凯，千万别倒啊！他吐火喽！他应该不生气了吧？都过这么久了、欸没啊，他气得很啊！
大概你多用那个斜坡上去踩他。我努力啊。我帮大家推一下笛子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到攻击强化了？我感觉我可能烤焦了呀。啊！我怎么又中毒啦？是新电脑没错。哎，我也中毒了。你也中毒了？不是，后面的每个都会中毒，怎么不行呢？哎，大概这里有很多高地。OK 吧，骑乘。你骑完换我骑，我来吹笛子咯，攻击强化，巴巴啦啦，巴巴啦巴。他的是右脚吗？他右脚，哎、欸，撞墙了、欸，哎呦！我撞墙了。我要骑上去了，飙了！作为一个敌人，就是要我用骑乘术。大凯，你骑上去了吗？到了。没有，我不下去。想周坡打的话，是不是有晕眩的？对呀、啊。开启、哦！哇，是被他骑的。啊，找不到。好了，快。喝了，喝口水压压惊。太狂了！哈！哎呦，他的这个龙打起来了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对啦，顶他！啊！哎呀，你不要顶我呀！他已经对你比较有兴趣了。我正在打着他，你直接换血了你。是啊，那个人来找我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滚！这个龙怎么来找我？哇！顶他，碎啦！碎啦，顶他！我快去！巴巴啦巴！难道烧起来了？比烧起来要这样严重一点。感觉你危险。没事没事，别打架。哎，打扰打扰，兄弟打扰了。他来打扰我。嗯，你跟他聊一下吧。我留了。这个粪金龟是可以吃屎是不是？多一坨屎。哎，大凯，把那个拿出来用一下吧，麻痹他一下。我没有啊，那个主题啊，
狙击在哪？哎，我们准备跳到他身上，你他过来，我要跳到他身上。哎，他累了，他在喘。哎呦，太重了。完了，这里雷电喽！我带着电脑了啊！哎！锤爆你的头！我锤爆你的头！只会打头。他很累，风月魔人。哎，他不行嘞、欸，没东西撞的吧？你要撞那个树哦、喔？可能吧？要直接压开了！啊！这怎么要打他？看我这燃烧石的威力啊！哎呦，我打这几次到现在都还没有一次的中。哎呦哎呦！啊！哦！他又累了，他又累了。为什么又是我啊？哎呦！哎，我被吃啦！哎呀，大凯，太好吃了！救命啊！巴巴拉巴，巴巴拉巴，哦，讲话还想跑，还想走，哪里走？消失！不用吧，小杂鱼而已。你不用那么多啦，我来断你啦。流飞上去喽！没力了。他是什么操作？是飞上去了？跳上去了。他要回去睡觉。但他。跑不掉！我怎么大喊你喷出去啊？我是枫红抓他、啊。那我来一个最后的骑乘，大地一击！啊！我要有哦！哎、欸，我晕了。拔掉喽！啊，我中招了，大凯，我中招了！啊，你难道最后的骑乘是把自己化为骑乘？我中招了。没事，不好用。结果我只晕了他一下下，马上就被解开了。他是真的硬。哇，小矮人好强啊！这小矮人不知道会抓恐龙吗？香啊！哦哟，这矿石香哎、欸！香啊，香啊！他头上骷髅头都冒出来了，到一个骑乘的时刻了，我要打下来，在下面骑乘啊，骑乘！哎。吗？提成！我打断他的，腿，拿个鸡腿来吃。怎么会这么硬啊？真的没道理耶、欸。
哎，这里可以企业大海滑下去。啊！保住这个呀！呀！好烦啊！好烦啊！好烦啊！帮好白痴报仇！ 是，哎呀，是死亡，哎呀，是死亡，是好惨。而且啊，肚子挖一挖，看它会不会出来啊？就在这里呀、啊，哎呀，没挖到啊，还是已经变成这个了，变成骨头了。我也没挖到啊，死的好惨啊。 锤子的位移好多，好难定点打。噔噔，哦，东西太多了，怎么样？整理一下。金龙，Diamond，Diamond，徐火龙问他，有啥子的？七层名人。 上他头落，他肉质在敲。哇，大凯都有在弱化吧？有啊，我敲头都有那个破防的效果。嘿嘿，要去找痕迹喽！哈？还是为什么又要开始找？他还是要找满，因为刚刚只找了一半啊。找了一半，然后几个任务又来找另一半。嗯。哦，这个生态研究所所长在整人是不是啊？所长在搞。没用，没有用哎。 哎呀，还好跳下来，挖个两下就有了。剪脚印，好像是固定的地方哎，应该不是随机的。这里就会有一个那个嘛，有一个爪痕是不是？哎，这次真的没有哎，半随机哎。哇，要靠晒呀！ 找到了一个，哎，我找到他本体嘞！再加一半。哇，这次好像不在这区，森林比较多，这边好像比较近吧。这次没有。 找一下，找一下。谁呀？谁呀？所以吧。哎，有嘞，有嘞，你们可以进来嘞！快点，再进来混一个这个营地。哦，我刚进来这个地图呢。跳出来，跳出来。嗯。还可以免费拿一个营地，好爽。 我来去看看。呀！噔噔噔！噔噔噔！营地是只要碰到就有了，是不是？噔噔。还是还要再解任务？噔噔噔！ 拜佳佳，跟他讲话就可以开了。跟谁讲话？来佳佳。哎，就修理肉蛋而已。哦。
哦，这个，哎呦，怎么有两个橘色的营地？是我们没有的，对嗯，没错，赶快进去混一下。不对？我要去北东营地。不拿白不拿，欸，一定要选橘色的，先选一个，然后再飞到另外一个。哦，有哦。今天调查那边有个黑人，好，没问题。你还在传送是不是？在传送。伏流が暴れましたね。哎，四国附近有人是？珍しいもののにおいが。奇怪的地方嘞。哎，鱼人哎。飞飞飞飞。不理他了，是不是？遇到一个鱼人。麦克风变小了，看不见。变大。北东营地没去过嘛？就是哦。哎，我遇到这个了，AUX 人，跟着他走，跟着他走。中央营地也没拿嘛？哎，这个 AUX 怎么是只猫啊？吸血鬼猫哎，它是一只猫哦。嗯，它是一只吸血鬼猫。啊，我们只要看到萤火虫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好白痴呢！哎，大王，你快打给他啊！白痴在装死啊！狩猎中，完蛋！大海，快拖营地啊！等一下，我在狩猎啊，没办法传啊！能够拖营地的机会可不多得啊！是六吗？我好像是六，是吗？咻！有啊，哎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你偷到了？我双偷哎！哎，你们要去捡那个萤火龙的痕迹啊，不要打那只泥鱼龙啊！啊，这里有是不是？他在我找左到边了，呢，他在左边。五个失败都找到了。你们不是有拿到那个隐身衣服吗？对直接开那个，然后跟在他屁股，然后一直捡他拉的屎。哎呦，我想捡很爽哦！哎，捡的有点爽哎，好像有点爽。没了。到底在哪里？躲起来！躲起来！快捡！躲起来！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这个他要带我来这啊？看到会直接满吗？没啊，没加上去啊。有加一点啊，有加一点，但没有加到满。他是，他有个东北，鱼人又来了，还是要捡欸，快满了欸。他能不能多拉点屎啊？麦粒雷虫，对。鸡耶，还有竹鸡耶，打死哦！我们要靠自己打死啊！这一群玩家一定是靠自己的。掉了旧鳞片呢，到底在哪里？这导虫到底要不要帮忙导？导虫只会混呢，导虫还在混呢。快点拉屎啊！我说完了，你一百了吗？嗯，我要回生态研究所了。哦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我再捡一下。失败收完了吗？还没。我大概是95%左右了吧。
还要去，等一下，我还要去一个营地，这个是不是？记住这个旧的鳞片。呀，可以，要一个旧的鳞片。有的。溜了，溜了。隐形的没嘞，到处走一走，看还有没有。哎，你被发现了！被发现了，它还会掉吗？那不是我吧？开扁了，开扁了！等等，我就要扁死他！哎，有哎，胜败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他是从这里来的。够了。这条路，这条路，哇，这条路整条路都是哎、欸！感谢 A U X， 漂亮漂亮。转翻，啊，你这样功德无量啊！没错。古龙的痕迹也交给你了。哦，所长对话，这个应该是没有动画了。干嘛的东西啊？有新的任务了，王国的女王与总司令对话，你可以接吗？你接吧，开个三个人的。是啊。噔噔噔噔噔，可以。こちらに。啊，可是我只能飞南营地。你刚不是有开心？你刚刚不是有开心的营地吗？集中してください。例の痕跡の主は目の前ですよ。不知道了，是不是问题？哦，我们这一群一定是靠自己。哎，食材变多了，多了香蕉、葡萄。哦、啊，这个要看动画是不是？还是我要去看动画。又到动画的时刻了吗？那我要先进去看动画了。砰砰砰砰！沙鲁已承接任务。爱国，よし。阿狗，你没有发现白痴去哪里了？白痴怎么消失了？刚在那个肚子里面没找到他、欸。故事进度不足哎、欸，要进去看动画哎、欸。没错啊。哎，那先进去看看完出来开别。哪张图啊？大一总皇帝啊。神秘的王国。艾博，我们走。哦。好，我被盯上了呀！我等等先给艾博换一套衣服好了。他想被贬是不是？没问题，我抱人来。啊，阿狗，你打给他的干妈吧。好人，金火龙，你得意不了多久，而且我们这一群玩家就来了。开盘十分钟之内能不能干掉他？那是没问题啊。我怎么觉得不是啊？下一次我们要料理的就是这只金火龙。任务开始。来吧来吧，哎，记得吃料理，我们拼一个十分钟之内干掉他。行，那我先去吃。家，哎，没看到了，没事，我先去吃啊。我来去吃一下，肚子饱饱。
特拉德这什么姿势？哦，香蕉。相棒，クエストを受注してください。例の鉱石の主は目の前ですよ。哇，大家先升一下武器吧，这样就可以痛扁他了。哦，好大块的肉哦。也不会那么弹啊，锤子又，我这个笛子又不会弹刀的。さて、作るか。硬骨号角哦，要尖龙骨哎，尖龙骨是哪里来的？这还带冰属性哎，啊，要属性解放啊。哦哟，哦，哦，啊，好好吃哦，这个。你吃新料理了？嗯，哦，哦，丰富。我怎么只有一个营地啊？我只有一个男营地。守护者系列拿起来。哦，开锤。我懒了呀。好啦，不要拿守护者系列好了，我就换个装备就好了。守护者系列现在好像也点不太住了。哈！机关中毒 ，Heavy Machine Gun， 我要射死他！可以吧？对，我可以。陷阱也处理一下吧。哎，你们身上有多少钱啊？那个有一个钱的那个护符要买哦，可以加攻击力。哦，有这种事？是不是睡眠弹，然后接捕获用麻醉弹就可以了？睡眠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接一发直接把它带走？一级发傻五三个月，我怎么记得可以先打一发，然后睡眠打一发把它带走？OK， 过吧 ，Ready。我是没吃料理啊，我已经吃个料理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一只恐龙而已，怕啥？我会用小手。啊？用不了。攻击 up 大。我 lady 了，大概。哦，我做了东西，我也 lady。蛮恶龙杀手，蛮恶龙杀手哪打得过这个？哦，圣麦那是什么啊？为什么背后有一个东西？来了，开扁，大概右转。这转应该比较快。有。什么补给不需要？我忘了买药了。我直接侧甲榴弹对准他的头，暴打一顿。大凯，等等，先帮我破他头的防啊。破头跟脚的房就好了，那是稳稳。也顽固下的星空，我没有拿出我的 main 武器啊！他吗？就是他！啊！他很。哎，
多人侧甲有机会晕吗？我根本是没办法破呀！啊，欸，是不是被秒了？对，被干掉嘞！你先拉他去撞墙怎么样？哎，欸，他中睡眠嘞！来来来，埋炸弹，埋炸弹！我不是，我也睡了，而且我没买炸弹哦。那我来吧。我很累，我很累，我很累。今天真的很想睡。哎哎，我啊，我睡着了。嗯，哎，好安静。大凯，你要被甩啦！破个防，完啦，完啦，没体啦，这没办法，我本来想拉过去的，我头又破到了，其实这一发应该是麻了哦，过来一下，哦，已经巧了，是不是？中枪！哦哟。啊！大凯破个头 ，Heavy Machine Gun， 他头有破过的，有吗？看他头还是好好的，欸，没有加成哎，欸。那接下来是有点难上去喽，他那个喷火，没错好了，转换一，换阿 Z， 阿 Z 也要在他肚子里喽。我要死了呀！我要晕啦呀！大凯被吃掉啦！大凯也没了，我完蛋了呀！我三重血库啊，我完了。没事，还有胜败在。大凯，我们等你。可以，可以。哦，飞这么快啊！哎呀，不准！他飞了去，重弩到底是要用什么弹打才痛？我觉得这个贯穿弹普普通通，不好打到。哦，撞起来！大凯破个头！完了，我不知道引发喽。有感觉了吗？有了，他沉下去了。我是陷阱让他沉下去。用力！他是不是又快沉下去了？哎，小心那火球！哇呀！啊！火球，我烧起来了！
都变大肉啦！哎，胜败建议你砍他的腿，他腿那边比较安全，然后他会倒下来。你砍肚子的话，伤害应该是最高的，砍脚顺便打肚子。他一直跑来跑去。然后沉下去喽！哎呀，他有一个大回旋啊，他有两次大回旋啊，大开！我必掉啊，掉啦！小心中毒啊，大开！哎呀，没中毒啊，我掉啦，我去找补品啊！这补品啊，我的猫猫嘞，我的猫猫去哪了？怎么办啊？贯穿战打完嘞。漂浮虫的回血，三个人没有猫猫哦，可恶！今天猫猫帮我找血，对，奇怪，三个人应该是会带一只猫猫才对啊。没有猫猫，完啦，自己得找啦。大概飞回家吧，我磨个刀喽。说得好，飞回家吧。我家好像还有补品吧。闪了，闪了，应该是一定会下来吧？他是飞去哪里啊？哎，营地什么？这是飞到楼上去了。这个营地还不能飞。这在哪里？我的营地在这。他还会来这个地方的吗？完了完了，没开到点，完蛋！出事出事出事了！哦，他在上面呢，他在上面呢，失败还在上面呢、啊。哇，他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哎，这怎么上去啊？我是出兽啊，我是走这条路才能上去哦。不妙了！这边这边这边，大海快来！哟，我补满了，我要来了。怎么办？我只剩这些麻痹弹了。来，谁要抓他去撞墙？装个子弹吧。麻二有差很多吗？麻二的纸有差很多吗？我要轰爆他的头！哦，他俩攻了！哇！大凯，你要去哪里？哎、欸，圣杯要，圣杯要变成他的晚餐啦！是啊，我迷路啦，这个好多香菇区啊，完啦！他累了，他累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在往下？什么状况？没麻到。我在努力跟呐、啊，还要飞上天呐、啊！为什么我很久没看到你了，大凯？不是啊，迷路啦！好像不是往这、欸，对，好像是隔壁、欸，哎，不对啊，不是这吧？啊！スタミナを使い切ると隙ができます。爬累了。常にゲージを意識するのが狩りの基本ですよ。哎呀，没有，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陷阱了。有陷阱就把它抓起来过了。哎、欸，还是其实走上面也可以。是上面啊，是上面。你那边看得到他吗？我已经到了。嗯。
那我刚刚在睡觉，我要放炸弹。欸、好，我来炸死他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大凯，你有头绪吗？不是、啊，我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我就差那一点点的距离，来了，我来了呀！大爽登场就是现在。你好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爬，我快到了。直接用这个好了。Heavy Machine Gun。我来啦！哎，为什么我被这个绳子卡住了呀？为什么呢，大概他要卡我？这绳子怎么就这么坏呢？哎哎哎哎！啊！我下来了。哦，你下去看了一下了。完喽，算爽！最后一发麻弹的，没有麻哎、欸！完喽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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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差点被他火烤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空二哎，太痒了吧？我把好像是两个在打。哦，我没什么感觉，我玩到了。这把打的人很少。两个人在打，三个人的难度。很怪。那对的，这路有点大。没事没事，你看我还是拿到这个材料的呀。你还是可以分材料呢。来了，我买炸药吧，大家见。我开场就买过了。我他开场跟大凯一起睡了，大凯是直接吃到那个什么究极吧？我就直接昏倒了。哎，你被我的枪打到睡晕了吗？大凯试一下，有感觉吗？哎呀，有感觉有啊！我被吓，我有，我很有感觉，我一直往前面推啊。玩过弓箭了吗？哦，我没弓箭的，但用弓箭有点卑鄙啊！这龙可能活不过三分钟。哎呀，十三分呐、啊，差一点啊！白法控，要是多一个人，我觉得一定他一定十分钟之内就到。你要是他一直在飞啊，没人把他弄下来。投射器好手，顺呐、啊，顺呐、啊。哎呦哎呦，捕获了，抓回来了嘞！阿修が出現する条件なんてそう簡単には揃わない。学者先生たちも言ってたよ。哎，大凯那次是死回去的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我是传回去的。我一次死啊，一次传啊。哦。よほど栄養豊富な地で育ったのだろう。そこなら心当たりがあるな。大団長。我进来了。と帰ったか。真的。お前たちの活躍っぷりを見てたぞ。よくやった。好久没看到他了。見ていたなら手伝ってくれてもよかっただろう。なに、信じていたからな。それより見てくれ。带了一堆钱回来。哦，这啥钻石啊？满地的钻石。これをどこで？あのでかい古竜を迎撃した場所からさらに奥地があった。そこにゴロゴロしてたぞ。なんてすごい。強いエネルギーのようなものを感じますね。哎呦哎呦，血海喽！やっぱりな。发财喽！
艾波直接一手一个带回家。関係ありそうな予感がするな。啊，看起来眼睛都发光了。今からそれを調査に行くぞ。誰か还有几个人默默的捡走了。おい、一番生きのいいのは。哎，这个，这红头发的怪怪的，捡了不说哎。他偷偷的就拿走了。よーし、お前たち、現地集合。あの回路で待って、フランス人は先に行ってるからな。四国現金。我这么努力，只拿了一颗啊。一颗哎，頑張れよ。我们就只有一颗啊。哎，那个红色拿全部的叫我加油哎，什么意思？加油啊！加油，以后多拿一点啊！我真的打工的吧？前往地脉回廊哎，我们要再打一两只差不多了啦。这是要自己去的吗？这个好像是要自己去的。地脉回廊啊，这不能调查就是了。よし、来たな。四国もなし。没办法。在探索时前往地脉回廊。地脉回廊。そうだ。さあ行くぞ。こっちだ。探索。https 冒号双斜杠 youtube.be 斜杠 h0n6n 哇，直接出去了。遅くなったな。俺が調査団の大団長だ。まあ、采配のほとんどをあいつに任せて、好き勝手やっている。俺は、とあるモンスターを追っていてな。偶然この先の場所を見つけたんだ。とあるモンスターとは？ネルギガンテだ。ゾラ・マグダラオスが海に消えた後、ネルギガンテも姿を消した。俺は奴の痕跡を追って、この道を発見した。等等、我再来看看是什么邪杠啊。ここはマグダラオスの影響でできた。我们这边是没有影片的。大地の隙間のようなものだろうな。ネルギガンテは。我已经在这里。今我已经要带着我们前进了。この先にいる。よし。快点。出发。出发。大団長だ。すごい。血脈の流れが。なんだか体中がざわざわしています。等等，应该就是要痛宰这一只了吧？血脈には膨大なエネルギーが満ちているからな。お前たちが相手した手ごわいモンスターも、あいつらはこの先からやってきたんだろう。この先に何が？マグダラオスを追った調査団。今天嘛，就把这个灭尽龙给宰了吧。マグダラオスの訪れによって、新大陸の何かが動き始めた。灭尽龙。啊，灭尽龙。覚悟はいいな。铲子好大。ことが進み出したら、泣いても笑っても、あとは終わらせるだけだ。はい。红啊，蝙蝠哎、欸，好像没有出现过蝙蝠类的魔物哦、喔，虫子类的也没有出过、喔。当定义做庄之后吧，有多的垃圾再给他。この先だ。啊，新的订阅。行きましょう。走吧，是哪边啊？哎、欸，进来之后就只能用走路的、欸。疯狂小步小步走。浮空龙，那吉娃娃，吉娃娃跟蝙蝠差多的。翻倍几个月。哎呦，钻石很多呢。すごいよな。龙结晶之地，
这是要走多久？ここには又挖到钻石喽！鉱がゴロゴロしてやがるんだ。あんなに大きなものまで一体どうやって？队长怎么不一起进来？そいつは分かるが、あれの影響か。あまり关在里面。ここは命のエネルギーに満ちている。完蛋了！そのせいで、あらゆるモンスターどもがやたらと強い。大団長。ずっと気になって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。どうした？最近很卡。ゾラマグダラウスはどうして電源が爆了？不是说要修到二月吗？现在看 YouTube， 还有看那个。この地に惹かれて？什么爱奇艺啊，王菲都超卡了。どうだろうな。电缆又毁了。だが手がかりはあるぞ。上个月坏到现在吧。もう次は。ミルギガンテはいつもマグダラウスと共に現れました。その彼がここに来たのも何か理由があ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。やつだけじゃない。強いモンスターがこの地に集まり、救っていることも確かだ。まずはそいつらの痕跡をたどれ。ここで何が起こっているのかを探り出すぞ。はい。そうと決まれば早速準備だ。準備はいいか。总之就是走，到处乱走，找到痕迹，好，好，灭尽。哎，又是大凯最喜欢的捡痕迹。为啥要捡痕迹啊？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没想到吧，大凯？这刚捡完不是吗？爆爆甲，哪里才有的？哎。哎、欸，你们进去之后往左边走，左边滑下去比较多。我觉得应该是在他的老家很多了，去他老家看看。别再找了呀！哎、欸，就往左边走就进动画嘞。我还没离开，我还在跟沃金讲话。简单吧，简单吧，简单。先处理这个。大肥哥，后面还有什么？丑吗？帅，饶他一命。发现所有的魔物。噔噔噔噔噔。この暑さ、体力を消耗してしまいます。こんな時はクーラードリンクが有効ですよ。后道龙，这个吗？嗯，你们就一直走啊，就一直往左边走就对了，然后会看到两只怪物。哦哇。八号区里，哦，我已经动画了。看到了，大肚子的长触鱼，哦，岩肥龙，哦，吃的很爽，吃的很爽，哦，吃的很爽。不能走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溜了溜了。ありました。ネルギガンテの功績です。找到了他的痕迹。扣血。就掉落的鳞片。我哪有这个啊？哪有这个？这个啥？人影是啥？人影哦。箱子里面都会有，免费的。没拿，算了。你就等他，你就等他送免费的，也没多热嘛。对呀、啊。
还行啊，什么都没有痕迹。修啊修啊，哦烫哦，最后应该在这里被封住了。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营地啊？上去拿一下。哦，在这附近。哎，应该会有一只滚来滚去的龙哦。哦，有一个在岩浆游泳哎，这个龙。嗯，防护鱼。然后你再继续走，就会看到滚来滚去的。小林饼。他可以一边滚一边拉屎，很方便啊，跟停下来一样。哦，这里的怪都很厚道。灭尽龙的痕迹这里有吗？有，走错了，让我自己继续走。这游戏很容易迷路哎，不知道是这个游戏还是你的。不是啊，游戏不对啊，我迷路了呀。你又找不到路了。嗯，完了。哎，你们痕迹找完了吗？有嘞，我不知道哪里。那你们魔物找完了吗？也没有。没了。有个叉叉，叉叉就是不能走。痕迹在他老家，我刚去过他老家的，怎么没有？哦，这里面有条路，为什么没办法走？哦哦，我一个脚踩岩浆，我很秀哦。秀起来。对啊，其实这个岩浆好像不用怕哎，想踩就踩。对啊，这能踩一踩那就回去舒畅了，真的。冬天就是要踩岩浆。对啊。啊，他老家被封住了，现在知道怎么办啊？是哪里啊？这到底是哪里啊？哦，这边爬哎。就是他老家被封印起来了。哦，大颗钻石，大海开挖了。嗯，对，这风景很棒。封住了呢？难道是在这？岩浆龙这边还有痕迹吗？继续爬。你好啊，岩泽龙，借过。上来是上来了，没什么用。哎，这是营地吗？ここならキャンプを作れそうですね。調査資源管理所に相談してみましょうか。哦，我也找到了。嗯，走一走，突然找到了八号的上面。嗯，又是一个长条区。
钻石营地，粮食硬骨，狂乱蛮骨。我看一下，地图几乎是全开了，一直往上爬好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山顶了。是吗？我也好看。OK， 上山喽，开爬、啊。哎，之后大凯今天有把那一面给过了吗？没有，我大概四点的时候看你是在跳七夕的，应该很稳吧？他跳了两个小时半都没过，没过啊，那个位置很难啊。